刚才一下够散呀。一头轻，一边轻一边厚，还有一头低能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辣，我是鸽子，今儿个叫点菜种种。哎，你草莓有没有啥肥料呀？草莓他们活稳的，大闺女。好吧。活稳的，处处在上。小心我的草莓。照顾着了。这不是花儿，这是吃的。老妈不爱种花，爱种菜，也一年四季有菜吃。那这么小菜园，主要是啥都有。这回啊，种菜这不能轻描淡写的了。年头里种了葱，这处理不好啊。我妈还给咱加了点毛毛雨。老妈失误了。常有人说，好大本后翻车的时候。你还老扔管嘞？那葱亏那么烂，我心里头坐着个膘啊！开水去了，开水吧。过去就是开了。对。地能能是啥菜呀？肥肥的不知道是啥菜呀？因为我种过就知道。叫都不叫，说的不叫还得叫，你叫我叫我就叫，坏人我都给你吃掉。哎，没了，你怕给你吃掉，赶紧关了。大桥要拆了啊！可是老妈给你下功夫了。你看你种了葱吧，也就算占点活吧，也有吧，它不是一个亩吧？一亩啊。嗯。那谁我不吃，菜地弄弄弄，还有白菜那种。哎，就是。也对，我用了就不够。来。因为俺们两个还给你切断了一个。露户的嘴了，拉了吧。好，今天下这头。这是地能肉啊，啥地能肉呀？今天是一头青，今天是一头青，就今天种这头，今天是青，一头红是一头菜，地能肉先不跟你说了。一零菜你放哪了？一零菜就在北院的长公路上的。我已经放下了地能肉了。啥是地能肉呀？您种的没出的虫，对对，一点也不假。给你拿，赶紧去我拿吧，我等着呀。撒一坨吧，就这也撒了吧。中啊，你撒了中不中啊？那你撒吧。不敢撒。这到时候再不出了。撒了一说，咦，有钱买桌，没钱买了，这回我撒臭臭的。哎，吃经验就撒臭的，天长毛，地长袍，河长骨头，路长腰。你说的是啥呀？说的啥？今儿个我可不跟你说，我就想两天再说。是谜语啊？就是不跟你说。我问你是不是谜语？谜语，就是不跟你说。地能那该上场了。你要不看见虫虫，你还不知道是地能。你给我卖关子，我一看这种，就这有啊，像地能味儿。西瓜虫，啥西瓜虫？你嘿呦，你嘿呦，这不看见西瓜虫的？你嘿嘿，这咋了？被你了，烦死了！你心目里有你咋了？我这要提提他。你别跟我说，心目里有。你看西瓜虫。哎，这是个那啥西瓜虫，还是咕噜虫？我念念种经验好多。好大，大话不要先发头里边了。你就又说我那虫哎。我整点气处理好点啊，可不能像那虫学习。好好采吧，好，一头青一头红，还有一头地能能的，中了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俺妈给我说那米我也没想起来，再想两天。
就是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就是不一说真香吧，啥还得天张帽地张口。慢慢香吧，香不够了再说。香不菜。